每日作文题，英语没问题。Look the beautiful picture, please. 请看那幅漂亮的图片。Look at 是固定搭配，所以选择 C. Do you have ink? 你有一些墨水吗？Ink 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，所以排除掉 an。 那么 some 和 any 表示一些， some 用于肯定句， any 用于否定句和疑问句，所以说 do you blah blah 它是一个一般疑问句，所以正确答案选择 A。 How much is 7 and 13? 7加13是多少呢？答案 It's 20, 20。 看答语， He is 50,他五十，应该指的是岁数，五十岁。那么前面问 Mr. White 他的年龄怎么问呢？ How old? How old is Mr. White? 接着看答语， She's a dancer, 她是一个舞蹈家。那么前面会问什么呢？应该问的是你的妈妈的职业是什么？问 What? What is your mother? 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点个赞呗。